陈建新，不要整天在那边滑手机、打电动，衣服都洗好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赶快去塞衣服。我每天工作累得要命，好不容易可以拿出我的腰杆好好的打，你就不能去自己去塞吗？打 PS5 你就那么吵。老婆看起来太累了吧？我看我还是去晒一下衣服好了。老婆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平常很辛苦，但是我的衣服都晒好了，还有没有什么家事要我做？好啦，我刚刚要你做家事的口气也没有很好，下一次我会调整我的语气。但是你怎么那么快就把衣服晒好了？你是乱晒哦？怎么乱晒？你可以去看啊，超整齐，超屌的。噔噔噔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晒得超整齐？因为我有 HCG 合成豪华四改款电动晒衣机，是全台唯一平价又多功能机种，可以分区晾晒，还有大风量的风增加对流，以后就不怕有霉味啦。而且呢，机台的另一侧还有紫外线杀菌灯。恩恩的衣服、玩具啊、奶嘴，还有他的围兜兜，还有我去训练的一些护具，都可以分别的放在循环扇下面，或是说紫外线灯下面晾干和消毒哦。整个很适合我这个严重消毒后的妈妈。消毒到那个手要破掉了。还有搭载时下最流行的 DC 直流马达，让你使用起来安静、稳定又省电。而且外形是我们喜欢的简约风格，白色跟我们家整个就很搭啊。而且我们还有多功能织物毛巾杆，一组有六支，随便你要怎么编排，你可以很密，也可以拆开来晒，可以依照你衣服的大件小件不同去做分配，再多的衣服也不怕你晒不完。晒衣机要砍到你了 ！Come on， 看清楚，只演绎一次。哇！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预阻回弹功能，只要碰到任何障碍物就会回弹3到5公分，不怕压伤人，也不怕压坏你的东西哦。动作是要做什么的？这是防风挂衣孔，衣服才不会乱飞或是被吹到楼下去。这边还可以晒被子哦，有太阳的时候还可以整个拿出来摊平晒，比较容易干，不用把被子扛到顶楼上去晒了。每支杆子呢都可以伸缩160到230公分。其实我也真的很讶异，因为我们阳台很小，竟然放得下整座的电动晒衣架。对啊，之前建商他附的超级短，我觉得大概晒不见应该就全满。而且建商附的那一种手摇式的，真的是会摇到想睡觉，那个摇超慢，它再慢慢它降下来。安装电动晒衣机真的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原本还想说要天天洗衣服，因为晒衣架根本晒不下，然后现在可以5天洗一次。对。最后，既然它叫做电动晒衣机，那一定有升降功能啦！噔噔，一键给它按下去，升到最顶不占空间，阳台活动方便又舒适。太扯太扯，还是以后都可以带。哎，也要帮爸爸妈妈晒衣服好不好？好哦，我这边常常收到很多的讯息，问说为什么我跟小 H 的老婆的感情可以这么好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也是会吵架，也是会跟影片中发生一样的争执。但是我心里也都知道老婆她的辛苦付出，其实我都有看到，然后也很感谢她。在这里呢，我想提醒全天下的男人，好的家事帮手，这钱不能省，不仅可以让夫妻的感情更好，也是婚姻维持器，好不好？家事呢，就是家里的事，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人其实都有责任。我相信我跟老婆呢之后就不会为了家事而争吵了。合成电动晒衣架呢，这边真心推荐给大家。合成它是陪伴我们成长的90年在地领导品牌，除了通过45道严格品质检验、4项 SGS 认证之外呢，保护的部分有电机3年、全机2年，含遥控器，还有304不锈钢绳，还有 LED 灯，各方面呢这些都让人家很安心。那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去给他看起来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未来有更好的内容、更好的产品，我会持续的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！
购买前先加 HCG 合成官方 LINE 进行线上评估，节省时间，不用在家等待厂刊。下单后，师傅直接携带商品来安装，完全不用走出门，真的超级便利啦！你就不能去自己去晒吗？等一下，可以吗？我觉得哇，好真哦！为什么把你平常那个家暴的样子都露出来了？我投入不了情绪，就真的骂我。不要整天在那边打电到你的死人脸啊！老婆，哎，什么？什么事？衣服都晒好了。好像不是这样讲，是吗？妈妈在玩，妈妈这不是真的生气，没事。大风亮的，整个美梦成家系列呢，也大概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啦。大概。蹦歪了。歪了。